高雄东南地区的莫国甘进入盛产期，虽然气候暖和，但是甜度甲芳味以及产量拢无受到影响。高雄乡公所伫绿色隧道就来举办推广活动，东港也邀集32位的农友来展示当地优质的农特色，嘛透过果酱的制作体验甲小游戏来增添活动的趣味性。今年过年将要到了，莫国甘嘛代表吉利乡公所欢迎民众会当来参观赏味。一透早高客入是隧道即满零条，就是要赶紧来品尝在地优质的莫国甘，甚至有民众专工自台中来采买。这场推广活动也结合过关游戏提好礼，让大家来吃好康是提袂了。透早就来吃到这甜脆脆的这个莫古甘呢，哦，足感谢啦！今仔日开车就是上少买10箱啦，消费满100块就可以去滚滚乐，然后只要有8点就可以选礼物。那我滚了10点。我选了茂谷礼盒，很开心。除了农特产的展售，现场还有果酱的 DIY 体验，较不同的方式，也可以品尝到莫古甘的好滋味。肉里面这个膜也把它拿掉之后，我们就丢到那个桶子里面去熬，熬2个小时，熬到它的果胶出来。除了生吃之外，还可以沾吐司，或是可以放在优格上面。因为新中期拄着温暖气候，和莫国甘转烧的速度变慢，但是甜度还是保持伫咧12-13度左右，口感大家食了拢划赞。阮高客莫国甘哦，伫这山顶哦，迄、那个滋味佫较无同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即摆都过年要到啊，会当哦，即个乡亲时代也是咱全省的人会当来遮买这莫国甘。为推广优质农产，今年也已经将两个货柜总共40000斤的莫国甘外销去大陆。光复未来也将争取更加侪销售通路，回荡出去，让农民赚有钱，种植的辛苦拢有所回报。农会的这物流中心啦吼，跟咱四川的这普通风吼啊集团呢，共同签署这长期的合约啦吼，啊希望吼透过吼长期的合约呢，今仔日吼是莫国甘啦吼，啊临江有可能其他的这个吼，无论往来啦吼，还是咱柳丁啦吼，甚至吼咱的金蕉啦吼，啊这些咱农产品的吼，咱透过这个管道哦，拢会当行销去国外啦吼。现在吃莫古甘当时，而且莫古甘也象征大家代理，是过年破手的好选择。乡公所非常欢迎民众多多来采买，到顶支持在地优质农产。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。